这座城市不仅历史悠久，内涵丰富，而且也是生机盎然，充满着活力。 武汉其实一直以来都是英雄联盟的一个重镇，这里也聚集了超过130万大学生。那在这里呢，英雄联盟有非常好的群众基础。同时的话呢，在武汉，包括我们的合作伙伴，包括我们当地的政府的指导部门，给了我们非常多的指导和关注，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把这样一个重要的比赛落地在武汉。英雄联盟和武汉这个英雄城市这样的一个不解之缘，我们未来其实也希望能够有更多 好的比赛能够落地武汉，所以期待着在这座城市能够继续这样的一个英雄的故事。恭喜 RNG 三度捧杯，再临巅峰，成为2021 LPL 春季赛总冠军。